第26题，下表是四种元素的中英文名称，请依序由左至右填入其元素符号，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晓得它的元素符号是 C， 钙呢是 Ca， 氯呢是 Cl， 铬呢是 Cr， 所以我们又晓得第26题的答案，请依序由左至右填入其元素符号，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选的是猪 C、Ca、Cl、Cr。